不是林婉，不是凌晨。他居然是林晨！你现在是承认自己是凌晨吗？所以当时刘云对你的指控都是真的，你一直在用林婉的身份欺骗大众，所以真的林婉在哪里？你又怎么会在现场？你在现场，有位流言失语元首吗？还是你见死不救？是，我知道我欺骗了大家，我姐姐林婉昏迷不醒，她完全不知道这件事，所有的责任都在我这儿，这个错我认。 但是六年前的事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当时意外看到了那个人，绝对不是陆巡。陆巡根本不在现场。哎，他在现场，就在现场，哎，就是他，就在现场，怎么回事？陆总，这是当年的照片吗？陆总，你六年前在现场吗？陆总，能不能回答一下？ 虽然当年我在现场，但我是当时的报案人，绝对不是犯罪者，有案可查。至于刘岩，官方最后自然会给出通告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他说能证明就能证明，他连自己的身份都能说谎。刘岩当时的指证都是真的，他却被逼着自杀。林晨，你要为刘岩的死负责。对，要负责任，你要负责。董叔也来人了，让你过去。 从我的私人电梯里走，先去到孟郊那里，其他地方等我安全，不要担心，先走。喂，走啊！快点！我看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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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灵魂。
终于回过味儿了。现在舆论对你，对 SW 都很不利啊。公司股价受到很大的波动，还有刘岩死在了这里，酒店会受到很大影响。小雪，现在也不是不能补救，我们发布一个通告，说你完全不知道林小姐隐瞒身份的事情，你也是受害者。至于刘岩那边，我知道肯定和你无关，现在警方已经来了，到时候我们和刘岩那边保持统一口径，都说是因为凌晨的原因就好了。不可能，我不会发布这样的声明。陆总，您不能只考虑自己， SW 一定会受到巨大影响，我们才进入国内市场半年。我会辞职。哥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自己来承担后果。 SW 有这么多人，我不能让大家受我的牵连，陆峰会来接替我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六年前的事已经结案了，你不可能诬赖在陆巡身上。我怎么会天真的要诬赖在陆巡身上？我要的是你们陷入舆论之中，刘岩一死，再也没有人能够证明当年的事，而你和陆巡会被这些只言片语推向风口浪尖，而他死了，再也不会有人起诉。刘岩，是你害了他。他心太脆弱，自杀了而已，关我什么事？你说过，只要把陆巡给你带过来，你就把照片还给我。我现在就要离开江北。我让你把陆巡留下，你有什么用？还想走？你可是我计划中重要的一环，不想强奸的过程被曝光，就乖乖听话。这六年来，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。最先的那一个月，我自杀了16次，到现在为止都要靠安眠药才能睡着。我每天都想忘记那个雨夜，发誓要成为人人都羡慕的大明星，永远光鲜亮丽地活在聚光灯下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不会再受你的威胁，我要报警。当年陆巡想告我强奸，你连夜离开，所以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你要真的想报警，就不会等到今天。你报，要不要我帮你打电话？我太了解你了，你不敢，你怕你的照片被曝光，怕你被赤裸裸的评头论足，担心你光鲜亮丽的外表支离破碎。报警。还录音，这点小把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六年前强奸我，现在又要回来？为什么我就是摆脱不了你？谢谢你的话，我说过，你是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。其实陆巡喝不喝酒没关系，你喝了就好。你实在是不该有吃安眠药的习惯。陆巡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你为了作证，一定会说出自己的身份，那么你就是个贪慕虚荣、欺骗大众的骗子。而陆巡和六年前的事有关，又在刘岩死前进入他的房间，自然成为逼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你伪造身份，所谓的作证根本没人信，而他涉嫌旧案，再也无法出面保护你，你们谁也逃不掉。舆论无法掩盖真相，真相又有什么用呢？等新闻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只看到标题，谁又会真正点进去查看前因后果？你们现在一个是骗子，一个是败类，永远背负着逼死刘岩的罪名。虽然不会定罪，但也根本无法解释。你们再也不会站在人群之中，再也不能过以前的日子。这就是地狱，这就是陆巡当年拦住我的代价。怕了吗？不，我不害怕。我们什么都没做错，为什么要感到害怕？该害怕的应该是你。舆论只会一时掩盖真相，但你最终一定会为你做的事付出代价。好好享受你们即将迎来的黑暗人生吧。你没事吧？刚才是谁啊？娇姐，陆巡会不会受到我影响啊？哥，你不要这么冲动，或许情况没你想的那么糟糕。张平是不是已经趁乱逃跑了？是，我们得到消息，那个冷酷的犯人根本没有供出张平，而且今天酒店的监控全部都被覆盖了，没有证据证明张平出了刘岩的房间。凌晨，是不是会受我的影响？陆巡，你要对刘岩的死负责，刘岩就是被你们逼死的，对，你这个是骗子，就是、你这个骗子！你要对刘岩的死负责，刘岩就是被你们害死的，就是被 你这个骗子！陆巡，是凌晨。凌晨，你这个骗子，骗子就是你害死了刘烨。凌晨，我，你不会要玩那种吧？他连累我，所以跟我说一些狠话，让我离开的把戏。我是怕你搞这种事儿太老套。凌晨，你这个骗子！骗子！这个骗子！陆巡，无论是什么，我和你一起面对。好。觉得平静的最渺小的梦，无意间透过窗照进我生活，你从来不说，我也没提起过，那光是你，因为你的出现，我的世界变朦胧，一边进一边退，一边踩着你感受，你终究不懂没来由的情绪被你。一种
是否喜欢我，会不会你偶尔抱着手机等我，分享的音乐也会不经意的关于我，不敢说的太多，也许你已经明白我的心。